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哋 Gameplay HK 啊！火影忍者里面五影会谈咧，当中我哋有两个影咧未试嘅，土影阿大轩，同埋水影呢个阿赵美明啊。嗱，呢个系正嘢嚟噶，讲真的。之前 DLC 又送泳装咧，我几希望系有佢份。另外最后咧就系三船呢、這个咧就系五影会谈里面咧叫做中立嘅一个国家铁之国。咁我就试呢三个人啦，因为另外嗰三个影咧之前试过晒嘅。水影用翻呢个服装啦，好嘛 ？OK， 咁啊，大轩就戴顶帽啦，俾佢。用盾，用怪术，呢个系血祭界限嚟嘅。赵美明咧成日就俾人串系嫁唔出噶嘛，好似或者系仲未嫁啊嘛，31岁我睇翻资料佢系个设定。嗱，我见啲留言就系话咧，之前我试泳装咧。问有冇阿千代婆婆有冇搞错？我真系估唔到你哋系咁鬼重口味，意想不到。好啦，试下呢个水影先，普通圆形技，好啦，最衰啊！佢又冇呢个联手奥义啊，好唔好用咧？奥义，哎呀，俾呢个自来啊，避咗。我大轩帮助我啲石头揼佢。我照中啊！残念だけど、溶盾。哇！飞吻嚟噶，呢个飞吻好大威力。虽然好靓，但系我真系唔想试。你哋想唔想试佢个飞吻？哎呀！喂喂喂！你快住讲嘢。忍术，哇中啊！系佢走过嚟食做呢个忍术。喂喂，年纪，再嚟，又俾佢避到个年纪。哎呀，挂住试招，喂摸一摸，哎又中。好啦，我哋今次试前拳啦，好嘛？啱啱好揼到正，跑个步俾大家睇下先，啲衫烂烂地，再跑，点啊？满唔满意啊？够皮未啊？摆埋 pose， 三旋，哎呀，顶一顶先，后击。水龙卷差唔多啦，大谦走出嚟试一试招，哎觉醒啦，好少可一嚟啊觉醒，哎一齐嚟，多咗左右键，就试起个左右键先，整咗个石像出嚟帮手打，哇呢招忍术劲喎。哎，唔该晒，好型啊！呢招忍术，差唔多啦。我行去揼佢啦，搞掂。咁试埋大轩嘅奥义啦，睇一睇招式先。好，开始。自来也，转咗人坐坐。哇！上年纪，差唔多。喂喂，我避开。松。啊！呢个大轩大家熟唔熟？佢成日背痛啊，背脊有啲问题，老人家冇计系咪先？啊！啊！算啦，死咗佢啦，转咗三旋出嚟，死之后，
のいつでも行けるぞ。三船佢唔系忍者嚟嘅。哇！但系好搞笑，甩晒啲嘢。好，三船。不过佢系冇事啦，应该系系嘛？叫做佢用刀嘅。三船佢有咩？三船，一嚟试下奥义先。咁都中。呢啲系水墨画风，我好少见喎、啊，火影第一次喎、啊，呢、這个三场特别啲嘅画风系。嗱，其实我好想睇下水影嘅奥义特写啊，诶，终结特写要用奥义啦。系时候啦，好紧啊！喂喂，我奥义，哎呀，储翻啲长螺先，好烦啊！中啦，系咪？搞掂。残念だけど、溶けてもらう。中結特寫。ごめんなさい。優しいだけでは女はやっていけないの。我以为佢嗰个特寫嗰个对白系讲想结婚啊嗰啲嘢添，因为个古仔刻画到佢咧系冇人要啊，仲未结婚啊嗰啲嘢。崩れていく様はいつ見ても心が痛むわ。练习一下，试下招。普通年纪，又喺个口度抽啲水出嚟。其实系咪口水嚟？好啦，试埋个下年纪。喂，飞吻。空中。你見到佢有水有火咁樣噶，其實佢可以有三種灼羅，水火土都得噶。嗱，呢個前拳之前試過啦，再試一次先。離遠，幾好用喎！呢個前拳咧咁遠都中，都可以中到噶，唔差啊！投技，水龍卷，試埋個忍術，水龍。嗱，呢招系另外一招忍术，咁啊似呢个再不斩个招啦，都系。三船，三船，用下啲刀法先。我见到好似有啲灼罗喺把剑度嘅，跟住下练技。一嘢反手插把刀落去，空中前拳，诶咁样嘅，吞后再挥刀，再嚟啦，近啲啦要，咁叫做避开人哋攻击，再向前斩一斩咁啦。哇，好狠毒啊！呢个投技，再试埋三角圆形啦。呢个唔系忍术，呢个拔刀术。三角圆形就系咁样，好快喎、啊，速度 OK 啊！好唔好用咧？你觉得都几好，都几型嘅。嗱，两个土影，一个上一代，啊、一个咧就为土转身嘅，而家就老人家个咧就系、是、现时个土影。两个识飞嘅，好啦，跟住试埋个双连技。点解画唔到佢背脊痛嘅一个动作嘅？我觉得好笑啲咯，如果成日画佢背脊痛，哇，劲啊！好啦，空中，哎呀，唔系，再个。投技，之后前拳，哇，好型喎呢招，又系老远都中噶，好屈机啲，咁都话晒叫系影啦，系咪？所以劲嘅真系，跟住试埋个忍术啦。抽好多石仔出嚟啊！咁多石仔掉过去，咁样又嚟觉醒啦！今次再试真啲啦，我哋
土影嘅觉醒，系多咗左右掣嘅。诶，右掣打一下，左掣打两下。咁其他就一样啦，连技系一样，冇乜特别。不过忍术唔同咗，忍术系一支炮咁样射过去，后技都系一样。好啦，到水影嗱，都系多咗左右掣，咁其他应该差唔多啦。哇，三条龙咁劲嘅喂，哎喂。嗱，右键咧系近攻嘅右键，再忍术，忍术系好唔同，呢招忍术同头先嘅忍术唔同。三条龙，试下右键啦，右键近啲。呢支水炮真系好大威力，连技应该都一样嘅，连技，即系意思话系忍术唔同咗，同埋多咗左右键。三旋旋，三旋。多咗左右键都系刀嚟嘅，忍术都可以多一下圆形。忍术多一下圆形，你咁样我翻翻转头喎，翻兜。头先唔得噶，得一下噶咋。连击一样，同头先系一样。前拳都系冇变。系招忍术劲咗啦，个威力大咗，翻兜同埋多左右掣啦，个分别就系咁啦，觉醒。今集去到呢度，希望大家中意，我哋下次有机会再试其他人物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